四小的孩子都这样吗？我儿子那时候就变成出门也是要香香的厕所，然后要高级的餐厅。有一天老师说要做那个避难的演练，然后要到跑到教室外面去，要去操场那。结果有一个同学呢，要出去之前忙着擦护手霜，从小超娇贵的。我觉得家长的态度跟小孩的价值观的建立，其实不能够全部依靠学校。今天晚上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好，我们现在一个模拟的状况剧。我现在是医生，我是黄医生。曾先生，我觉得你这个需要在医院住院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并不严重，不要太难过。等一下会有射护腺肥大，我们会有医护士来帮你导尿。那个射护腺可以很快出院吗？我等一下请护士跟你先照顾一下，我等一下去看一下你的病历，好不好 ？X 光 ，OK， 你先躺下来。护士可以挑吗？你以为我这里是哪里啊？这是医院，可不可以尊重一下？来，哎，你坐下来。来，那个安妮 ，Miss 安妮，来照顾一下那个曾先生。你知道安妮被你叫到的时候好惶恐。安妮来。OK。哇。你好。哇。我不好，我很不舒服，帮我检查一下，快。安妮，你等一下帮他做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处置，好不好 ？OK。好。基本的，好。先帮他翻身，因为他是射护腺问题，我们要可能从肛门做一些那个，来，你翻过去。护士帮我动，那个先医生帮你不要碰我。那我们先要准备翻身喽。我才不想动你呢，你帮他翻身。安妮，我跟你讲，十年前他没有做美食节目的时候没有做。好，那准备咯，那你稍微用点力，对不起，可能要请你配合一下哦。很专业。右脚先弯曲。你可以叫他的名字陈晨，他这样比较心里舒服一点。好。陈先生。好，然后再往后，外甥，你可能要往后推一点。侧身就可以了。OK， 侧身、好。现在你就开始检查。检查，快靠东西。你用麦克风塞看看。测量体温。好，先量体温，先量体温。我们再放回来哈、你不是在整他吗？你怎么又把他放回来呢？射护腺是量肛温的吧？好，那我们先量个体温。先量肛温啊。我们聊。你拿他麦克风要干嘛、你到底是不是临时演员啊？你到底是不是护士啊？我们现在回到现实的生活，就是通常病人躺着的时候会对你做出什么性骚扰？当然就是会 touch 到啊。touch 到啊，你现在开始，他讲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会怎么 touch 你？那我们先量一下血压，那血压碰到手。碰到手，来血压来。来，然后就不好意思，量血压手要放开、那时候如果他这样握着你的时候怎么办？他握着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血压要握拳，不能握手。你握手，我没办法帮你量。握拳要握手，他握拳就不能握你的手，对不 对？哇，聪明。好，握拳，然后就开始量血压，然后按仪器这样。OK， 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他会怎么骚扰你？言语上吧。言语上，好，开始。这是他最会的，这是他的专长，专长。他什么都不会，他只会这个。没有讲话，眼神就已经骚扰了。OK， 例如说例如说你现在来看他，巡房，巡房看他骚扰的更厉害。Action， 巡房开始。陈先生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我们要量肛温了吗？我们今天不用量肛温哦。不用量肛温，你怎么知道我正确的温度嘞？因为我们有耳温枪。耳温枪还弄肛温哦，谁受得了？耳温枪量耳朵，不用量屁股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那要抹油吗？抹油了。真的吗？对，开始按摩。真的吗？这里是医院。OK， 好好，那帮我弄一下好不好？我整个很不舒服哎，我的腰那边好酸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腰型在后面下面那边。可是整个不能乱按，你乱按会更疼。真的吗？我请医生来帮你看一下。不要啦，我拜托，医生都不懂。我来帮你量肛温。没有，你这样算温和的了。医生真的还不会讲的。第三个言语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就
三个，就是我们可能要搀扶他去上厕所的时候。好，来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很多病人需要护士的搀扶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 action。他扶不动我，你要真的要确认拍他吗？啊？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可能还要再叫个学姐来。你知道他刚才问我什么吗？他说厕所在哪里？更爆笑的模拟状况剧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